中国男星鹿晗近日重启了演唱会行程，先前曾有一位护理师在新冠疫情期间到武汉支援，期间发文表示想去看鹿晗的演唱会，并标记了对方。而鹿晗不仅回应了该名护理师，近期还透过经纪公司送上演唱会门票，暖举感动不少人。日前他在重庆彩排时突遇停电的状况，但他仍敬业的完成彩排工作。然而他的身体状况似乎欠佳，不仅被网友发现去医院就医，详细的病况也随之曝光。据网友透露，在某医院偶遇了鹿晗，对方疑似是因为患有旧伤的膝盖出现疼痛和复发的症状，才前往医院拿药，并请治疗师帮忙治疗。不过，即便身体不适，他的每一场演唱会也并未因此取消或延期。消息曝光后，粉丝们纷纷心疼，直呼希望鹿晗能好好照顾身体，才能一直陪伴粉丝们走下去啊！